Thank you.
方辽军入侵大宋，大宋军民奋起抗辽，民间英雄豪杰也纷纷组成义军参战，连云寨领袖九线神龙齐少商爱国忧民，率连云寨义军于千强万人之中，矢石交锋之际，骑马纵横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将士们称他"万人敌"。